这个码头是一个创新性的码头，绿色，安全。青岛新切湾集装箱码头另外一个名字叫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我们青岛港呢是中国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因为全自动化码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要集成数十项设备和数十个系统，这些系统都要和码头的套索系统连接。Navis 的套索系统是我们这个码头大脑，然后我们双方的合作呢，使这个自动化码头变得更智能、更高效。我们这个 N-port， 比如说我可以去按照一个最优的一个工作，就是我可以把所有的车道都来了之后，我可以按照最优，我可以把一个箱子放下来，然后顺便去找一个最优的箱子，我再把它发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的机卡周转时间。我们机卡周转时间现在在13分钟。传统人工码头差不多30分钟，我们效率提高了接近50%。NFO 系统是我们自动化码头生产的核心系统，它直接去引领了这个码头的智能化发展。在我们的项目开始之初 ，Navis 就和我们无私地分享了这些经验。另外，在我们的码头建设过程当中 ，Navis 也帮我们去做一些流程和系统方面的优化，和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这极大地帮助了青岛自动化码头的建设，加快了进程。Navis 非常的专业，因为它有全球100多个用户。而且 Navis 呢也比较开放，就是愿意按照我们码头的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改进和提升。整个自动化码头的安全性它远高于人工码头，我们之前所说的零故障、零事故。Navis 的团队和我们的团队大家一起努力所以我们才取得了今天这样比较好的效果。 Navis 就是跟我们同事一样，